track, boy. 专卖咖的你一起大路三级，吹着风和你看车窗的风景，看星空就躺在好莱坞山顶。You don't know the Justin, you and me. Hi, it's function time. So, 我发现俺那个在去这里，因为我有一个 cooking class 要上，而且我今天很赶，因为我两点就有课了，所以我去这里要迟到很惭愧。拜拜，现在12:50 ，I mean 一点了。OK, 拜拜。我这次真的是走很快，是神仙。Yes, me. Normal temperature.
Hello， 大家，所以我现在在 Starbucks， 我在读书，然后这里很吵，所以你应该听不到我讲话的时候放小台歌。所以我现在读书的同时，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个宝藏 App， 就是 iDemy， 就是我会用它来放在我的电脑里，是一个 extension 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就是 identity， 这些是你可以 create tiles 的一个地方。它们是一个 all in one 的，可以把你所有你喜欢用的 APP 啊，都放在一个 browser 里面，所以你就不需要开太多的 browser。还有你有时候上课啊，比如说你就不需要烦，就要每次 type 那个网站进去。像比如说我有我的 favorite apps 全部在这些 tiles 里面了，我有 WhatsApp 啊、Twitter、Instagram， 所以你可以 organize 你全部最喜欢的网站在同一个地方里面，然后 navigate with fewer clicks。 然后它还有 authentication， 也就是你可以 save 你的 password 进去这个网站。给我们这样子的笨蛋哦，就是你很容易忘记 password 的话，你可以 save 在这里面。然后其实我最喜欢的方式是这个，也就是它能做 to do list， 还有把你的 Google Calendar 的东西全部 save 在这个 tile 里面。这个很好的是你还可以加 due date 啊，然后你还可以记下来，这个我做了 ABC Coding Class， yes 就好了。完全免费的，所以我现在要跟着我的 to do list 做我的功课。我上完了我的 cooking class， 然后我现在要做 biology revision， 还有我的 bio 的功课。 biology这是什么鬼？一加一等于三。我是学霸。Biology is 简单。救命！ What kind of fuckery is this？Thank you.
Next station, Kurinchi.